在《曾少年》中饰演笑千玺，尽管人设算不上讨喜，但毛晓慧却意外出圈。在电视剧《曾少年》中，笑千玺这个角色并不好演。开始时他是善解人意的白月光，但随着剧情推进，我们发现笑千玺在明丽面前也会选择低头。因为人设前后的反差比较大，所以很考验演员的演技。难得的是，毛晓慧并没有让观众失望。 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，笑千玺前期的坚韧和不服输，和后期内心挣扎的戏份都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。有网友觉得对于笑千玺的转变有点不理解。当年花心大少杨成曾一眼瞧中笑千玺，但笑千玺却明确拒绝了他，并坚定的和小周谈上了恋爱。可后来怎么就和陈天和搞到一起了呢？其实，《曾少年》中的笑千玺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缩影。 原生家庭出生的他，想要变得更好，所以就得抓住每一次往前冲的机会。一开始，笑千玺的心中对诗和远方还有着美好的憧憬，但走向社会后，现实的残酷却让他只能为了当下选择苟且。有一说一，笑千玺的人设算不上讨喜，但毛晓慧的演技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演唱会深情告白，发现怀孕、患癌，从震惊到振作。 以及最后几集的哭戏，毛小慧不仅演出了笑千玺身上两种矛盾互相牵扯的破碎感和救赎感，而且还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。尽管毛小慧是一位新人演员，但在电视剧《曾少年》中，观众却看到了她的成长和进步。因此，凭借出演该剧成功出圈，自然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。那么，由张一山、关晓彤、范丞丞、毛小慧。 江佩瑶共同出演的电视剧《曾少年》，你看了吗？你觉得剧中的几位美女演员关晓彤、江佩瑶、李溪芮、毛晓慧，谁是颜值担当，谁又是演技撑腰的惊喜呢？